在這裡歡迎所有有線電視的家庭觀眾收看我們怪談綠魔女，在這裡多謝觀眾的支持。怪談綠魔女接近尾聲之餘，這個投票的人次也都超過了30,000人次，在這裡多謝大家的支持。我們剛才說了怪談綠魔女接近尾聲了，在第九集了，每個星期的觀眾可以跟我們互動就可以投票，大家可以上到怪談的 Facebook 專頁裡面就投票。除此之外還可以 WhatsApp，WhatsApp 就是以下的這個，還可以打來183121就向我們作出一些意見和他們投票。好了，馬上報一下這個星期的分數先。第一個報的就是 Ruby 就是593票，而 Yoyo 就是496票。大家看不到 Yoyo 出現，今天看了這個怪談綠魔女就知道 Yoyo 為什麼沒有出現了。好，馬上就是 Susanna 就是547票，而 Carmen 就是477票，而 Katie 就是480票。好了， Creamy 犀利了， Creamy 现在真的领先了，783票。每个礼拜都有大惩罚的，这个礼拜帮我们惩罚的就是我们有浩云师傅，我们有请浩云师傅先。好了，麻烦浩云师傅。如果大家一路看过，你知道上个礼拜最低票数的那个就是 Carmen， 请 Carmen 出来先。Carmen，好啦，咁啊，麻煩阿浩雲師傅講出你呢個禮拜啦，卡明咧即係要點樣去接受債懲罰啦？係啦，咁啊，其實喺我哋道家嚟講，六淫嚟講咧，符嘅用法有六種，分別燒、藏、帶、貼、洗、食六種。咁我成日講食符咧，而家好多時候都係我哋會燒咗嚟飲符水啦。原來符喺最舊時或者而家有某啲教派咧，佢哋嘅方法去食符咧，真係生吞。將到符生吞落去，係啦，冇錯。而家我哋通常會燒咗符水，然後先飲就叫食。但其實有追究嚟講係要生吞嘅。咁所以今日嘅大懲罰咧，嚴格嚟講係大懲罰。但係實質嚟講咧，因為其實佢哋去過咁多啲地方咧，沾好多啲胃氣，其實呢條符咧就幫佢提升翻陽氣。但係其實如果用現代方法，應該燒咗等佢飲符水。咁但係我唔大懲罰咧，我嘗試用最古代嘅方法。是咁即係佢成個要食落肚啊？點吞啊？唔係嗱，我都有諗過。成嚿咁啊，折細咗佢咧。但嗱，折細咗都難喎。但係唔可以搣嘅喎，唔可以搣嚟食喎，真嘅喎。曾經有人問過可唔可以搣，但係其實係唔得嘅。但係真係吞唔到嘅喎。咁呢個咧係一個大懲，呢個大懲罰咁就其實嗱呢個大懲罰嗱咁樣啦，我哋喂真係唔係容易喎呢個。其實又唔係嘅，嗱，如果將一條符嚟講咧，本身嚟講咧，我哋將佢揸到去咁樣嘅話咧，其實要好似嗱保濟丸咁樣。嗱 OK， 嗱你。慢慢擺你手度，冇咁嗱，你放心。你考慮咗，有冇好？你考慮咗先，呢個有，因為符本身我係燒嚟食噶嘛。嗱，你考慮咗之後啦，我馬上咧帶觀眾咧睇到咧呢個咧，即係魔女啊，究竟點樣探靈啊？接翻上一集先啊，馬上睇咗先啦嚇。经过多次训练，绿魔女的探灵任务开始进入尾声，难度亦都提升到最高级。Team B、Ruby 同埋 Carmen 嘅目的地系一个曾经闹鬼嘅荒废度假村，而 Team A、Susan 同埋 Katie 就会去到满布近千个坟头嘅无人岛去探灵。進行了未夠半個鐘， Susan 就發生異樣，懷疑被鬼推。有嘢好餓啊！哇，做乜嘢啊？好痛啊！追救你，唔好跑啦！跳到下下有陣風啊，之後我就好似俾嘢一捧捧咗落地。啱啱我照翻個地下係停咗地下。當 Susan 平靜落嚟之後。兩個人就去到石台，一邊點起用作招靈嘅黑檀香，一邊打啤牌，意圖吸引靈體埋身，將佢攝入鏡頭。咩啊？我嗰日頭痛啲嘅，有靈，同埋我好似有少少嘢講唔到出聲。Susan 暈低咗，跌咗落去啊！我嚟紧。做乜嘢？做乜嘢？快啲坐翻起身先。坐翻起身先，得唔得？
你自己夹住自己，因为而家你松翻只脚先，你翘咗一个，好冻。第一次，有冇知觉？Kitty 做咩 ？Kitty 用啲水啊，微水，休息休息。喺我背囊嗰度。唔係走，我背囊喺度咋。覺得點啊？而家覺得正。走翻上條路先，冇嘢啊，我哋喺度。咁你坐翻上嚟先啊。坐翻上先。Kitty， 扶一扶啊，扶一扶先生。喂 ，Kitty， 你做乜嘢啊？有咩事？Susan 的情绪非常波动，相反一向细胆的 Katie 就表现得异常沉静，同以往判若两人。答案原来是这一刻的她根本不是 Katie， 她不慎被鬼上身。你揸住，揸住。喂，你揸住。做咩？等落水先。放鬆。Katie，喝點水。雖然沒有師傅在場，但是幸好在出發之前，我們在師傅手上拿了一支符水防身。Katie 喝了之後，情況也開始好轉了。但是礙於她和 Susan 的狀態已經非常差，經過商討，大家決定終止拍攝，上船等另外一組 Carmen 和 Ruby， 然後一起離開。嗱，魔女咧不停咧成長啦，咁啊今晚呢集咧可以話俾你聽咧，大家睇到咧魔女咧點樣成長啦，亦都可能咧減少咗俾觀眾鬧，因為佢哋真係好大膽啦開始嚇。好啦，咁啊都要懲罰噶啦，咁啊將道符擺落口啦。你都係我諗你係全個電視界第一個揾汽水送符嘅人啦 ，OK？ 哦，咁我食啦。OK。保你平安啊！啲師傅話：保你萬事勝意啊，心想事成，一本萬利。好，快去。好啦，快去。走。係、哎。都算成功咗啊！起碼都叫佢食咗啦。OK。好啦，咁啊，剛才咧大家都睇到啦嚇，咁啊，即係咧就係喺冇師傅嘅情形之下咧，就佢哋去探靈啦。咁，但係剛才咧我都想問下啦，即係我問翻咧我哋嘅工作人員阿 Man 咧，佢原來當時咧佢係唸咗心經嘅。嗯。好多時嗱，我指即係觀眾去探靈咧。
我相信觀眾如果遇到呢啲叫鬼上身事件咧，用翻自己嘅宗教嘅心經咧，都可以將嗰啲污糟嘢趕走嘅。冇錯，其實最可以用翻，唔好話夾硬。譬如朋友叫你念六字大明咒，你念上咒，即係如果你譬如基督教啊，用念翻你自己嘅，佛教念翻你自己嘅，咁樣去驅除嗰個叫雜念啊。因為其實任何經文我最緊要驅除自己雜念，令到自己正氣啊、正能量多翻咧，咁靈體自然會離開你。即係話任何宗教嘅心經都可以即係將嗰啲嘅邪靈趕走先。冇錯，係嘛？如果發現咧，即係身上面咧仲有事嘅話，當然咧就要睇醫生啦，同埋咧即係揾翻自己嘅宗教人士嘅幫忙啦嚇。嗱，轉頭翻嚟咧，即係第二班魔女咧，我話點解要讚佢哋咧？佢哋要去到一個咧，嗱上個禮拜都有睇過啦，就是、一個荒廢咗嘅度假村。嗱，傳聞嗰度咧就有蛇精嘅，咁而有蛇精咧，即係慢慢嗰個嘅度假村亦都再冇生意啦。咁佢哋咧要點樣咧入到去之後咧，佢探靈之餘咧，仲要係逐道嘅房門打開曬佢，咁究竟會發生咩事呢？嗱，今次咧我哋讚咧一班魔女咧，算係相當之成功啦。究竟會發生咩事？當然轉頭見。好啦，歡迎大家咧翻返嚟我哋咧怪談綠魔女嘅直播現場啊！咁大家咧對我哋嘅即係意見啊，同埋咧投票咧都可以打嚟咧1831121啦。除此之外，大家知道啦，咁剛才睇到宣傳片咧，知道咧即將咧我就會為大家咧即係送上咧即係13冤案啊！我都去咗咧馬來西亞咧就拍攝一啲咧同當地有關靈魂出現嘅一啲冤案。如果大家有真實求助個案咧，都可以打電話嚟噶嚇。好啦，馬上咧送翻大家咧去翻到現場睇下究竟綠魔女嘅探靈係如何啦。四个魔女剩翻 Ruby 执行最后一项任务，走上度假村二楼酒店，逐个房间寻找灵体嘅足迹。咁咧，我就已经嚟到第一间度啦，呢个就系第一间房啦。唔好意思，打攪曬，打攪曬。哇！自己開到。第二間房啦，哦，好暈啊！我入到呢度已經，呢個位好凍啊，係好似雪櫃咁樣啦。我去一過呢個位就係啦。試下再行入啲啊！唔得，好凍呢度，呢個位係好凍。你過嚟感受一下啦。好似結冰咁，係啦。同埋咧，我而家係咁震。沉重的压迫感令 Ruby 非常难受，每次打开房门都一步一惊心，但是最害怕的莫过于最后的一间房，因为那里盛传是每间酒店最容易聚集灵体的酒店尾房。
咁咧呢度咧就係、是、我唔知啊，一入到嚟咧，到嚟我而家好暈啊，好似有嘢撳住我咁樣咯。你可唔可以知有啲嘢？我唔知道，我用唔到啊！我唔想去啊！我唔想去啊！我唔敢入去呢間啊！你真系装啊！打声招呼。正当 Ruby 准备烧衣纸回向，现场再一次发出离奇的响声。到底是感谢佢啊，定系向佢发出最后警告？今次只系你一个拍摄啦，唔会打搅到佢哋啦。Ruby 一离开酒店就马上汇合卡文，由于 Susan 和 Katie 都差不多坐船赶到嚟啦，于是他哋决定收拾好行装，正式终结今次的荒岛探灵任务。玩牌的时候咧，其实有点恐怖嘅，因为其实点完嗰啲黑檀香之后咧，我哋已经其实两个都开始头痛噶啦。差唔多最後一兩張啦，跟住我已經見到 Susan 係好唔掂，跟住佢又暈咗咯，冧咗喺度咯。工作人員扶我起身嘅時候咧，我仲聽到啲女人聲，我唔知錄唔錄到咯，但係真係好恐怖。之後就 Katie 就喺度發癲打人，放鬆。係成身都冇曬力，跟住又唔知道自己做乜嘢咁。今日就係好黑同好恐怖咯。我入咗嗰間房啦，咁嗰啲蝙蝠咧就係咁喺度滋滋滋啦。跟翻阿心心師傅俾嗰個陣咧，一燒咧有嗰啲喺耳邊咧就係咁喺度迴暈咁樣咧，好似叫我快啲走咁樣咧。咁所以我一燒完我就真係頂唔順要走啦，有啲暈添。而家個腦空白一片，我都唔知講咩。頭先好驚咯，尤其是喺間房自己開咗道門。哇！自己開道門，同埋我到都唔知啊，好驚啊，成日知好驚啊。我諗我同觀眾一樣啦，睇住咧，即係綠魔女佢哋嘅成長啦，即係慢慢探靈。嗱，其實一啲都唔簡單，佢哋只係得咧，即係單獨咧同一個攝影師就去到一啲咧，即係好偏僻啊，同荒山野嶺度探靈啊。咁嗱，剛才咧大家學習到一樣嘢啦。好多時啲人問我哋點解會知道有鬼咧？嗱，我去探靈咗咁多次，點解我哋會知道咧？就係個空間感唔同啊。冇錯。有陣時有啲人就話我哋入咗人哋嘅二度空間啦。剛才 Ruby 都有講，佢入到間房之後好有壓迫感。我想知道。探靈咧，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前面係冇嘢嘅，但你會覺得好似自己行緊花市咁咧，好逼，即壓住。呢個係咪就係有靈體出現第一個感覺咧？冇錯，因為其實靈體雖然你見唔到，但係其實某程度佢存在緊噶嘛。你一路行嘅，其實你係向嗰個靈體堆嗰度擠落去，或者有啲情況係可能你係較為弱嘅，佢唔係擠埋嚟，唔係好多嘢擠埋嚟，係你一企咗入去，佢哋向你係湧埋嚟貼埋嚟，你會感覺到有一股氣，就係壓住你。嗰股氣可能係暖，可能係凍都唔定。就係呢個就係空間唔同。冇錯。咁我想問下啦，即係兩邊咧，今次嗱，你哋都我自己都讚你哋啦。咁你哋覺得自己表現好唔好先？我覺得我哋大家都有成長到嘅，都有進步到嘅，係啊，都被人鬧咗幾集㗎啦，今集都有成長，係啊，我覺得 Ruby 今次係最勇敢嗰個，佢因為我哋知道佢係入咗最多火嗰個。Okay